钥匙呢？我得把这辆车开到试驾区去啊。哎呀，在岳总那儿，老李去办公室找他了。我去看了，他办公室没人啊。哎呀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怎么办呀？要不报警吧？你傻呀，要失踪24小时才能报呢。那怎么办啊？可我马上要来试驾了。都回忆一下，岳总一般都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出现？具体不清楚，反正每次被后生的好汉准备出现。哦，岳总昨晚肯定蹦迪，然后睡过头了，完全没有职业操守。作为领导，电话也不接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他就是。你在干嘛呢？你都围在这儿摸鱼吗？是岳总，我们要拿钥匙。拿钥匙需要这么多人吗？三个和尚没水喝，没听过吗？没有钥匙，不要想其他办法吗？你觉得他好烦啊？得想个办法支开他。岳总脚有证。中午又能加餐了。神经病啊！果然轻生容易送神难，该怎么办呢？有了。岳总，我先出去接个电话。就是。你们几个一天天的，喂，小亮，在哪儿休假呢？在马尔代夫旅游呢。哦，岳总让你立马回来。岳总，这颗脑充是不是老是有问题啊？哎，啊，岳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喂，小亮，喂，喂，小亮。啊，岳总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太奇怪了，他去哪儿了呢？看到了吧？千万不要再对我说人坏话。